我希望我们在座各位也很多啊，是我们苏澳镇啊的一些这个官兵啊，回去一定要转达啊，我们家人啊，镇长跟我们里长对我们的这个啊关心呐 之意，也希望我们在后续的工作中能啊全力以赴来执行各项的工作。那么接续我们请镇长给我们讲讲话，谢谢。